要是啊是啊是啊啊请好、啊、你先走哦、啊、好尴尬、啊、嘿来了就是湘雅的大佬好厉害嗯他拍照很牛他骑单车很牛他打篮球很牛你不会怕谈恋爱吗不至于你是有点忙我是想结婚但是年龄越大越找不到三十了没事三十而立你可以立起来了就立不起啊可以的我爷爷那些后代中间就我一个没结婚就挂着我哎怎么还没有结婚我爷爷五代同堂就塌了我这一个但是有一个人要跟你过一辈子哎这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吗所以你这样子你想找的就是一个可以让你稍微有点空间的人对哦对哦往往情感大师自己的情感是一塌糊涂的一个母胎 solo 给另一个母胎 solo 出招我也不那一个敢教一个敢学今天有个新的任务 MDT 那么这个病人呢在一周以前诊断为梗阻性黄疸尽快把你们所做的诊断以 PPT 的形式分别汇报现在各自去商量我们先来说哪些科室评应该要你们做完之后评估一下他的心功能不是心内科那就喊毛内科会诊要叫什么科室我们先想想快点原来一台手术是牵扯到这么多科室嗯超姐的还没给我你们不要吃要尽早交的这个是赶紧会诊我们快点有点慢了你还快点写快点来不及了高度紧张搞太久了有点绷不住我现在脑子已经不转了那么我们就开始了首先由我来对患者的病史进行一个汇报关键点已经框架讲出来了这个整个分工合作也比较明晰对于整个的条理性的把握了还是不错的就是来讲都各有千秋他们的模式和格式是最好的但是我要说但是急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体现一个极致这次你们进到临床是一个扣分者扣到八十分 over 了好吧这么狠大侠送新病人张强这我跟你讲有时间限制的快点有一个头皮在飙血的大家血用来了没有杨宇在不在杨宇同事又来了一个病人太多了阿姨听得到的话吞一下试试看啊你知道你这东西是啥问完了吗、啊、你打算怎么办脑外伤着了又是气管出来快点速度快点去赶紧去你往哪里奔对病人进行一个回访跟随访那我们从吃药开始都一直都是正常的 TB 啊之类的呀、啊、病毒之类都没有是吧啊行我想做中早的病房然后哦、所有的都没有再转阳了他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的每次复查过来的话比较远怕他可能来了之后搞不好就回不去了是您小时候就已经有过一个发作是吧嗯不愿意提起来啊那你现在觉得自己生活质量怎么样孤独了，精神上比较冷，比较孤独了。目前就是失业状态，我自己心里面也有点郁闷。很多都是心理上。有个考核的任务，是一个辩论赛，并且题目是该不该提倡妇产科的医生女性化。科技发展之后女性她是不需要更多的力气的就科技已经拉低了男女之间的体力差距以前是辩论队的吗吵架队的长沙人贼能吵
我不是作为一个患者我去选择科室，我是个医学生，考虑到自己未来发展和自己擅长的领域来选择科室的。对，给他上来就一个禁锢。你们要做好准备啊！我药味来了，我脸贴脸对着你喷。辩论开始。请问对方辩友如何解决大部分的女性患者她需要妇科女医生的需求呢？我想在危及生命的时候，我们没有选择。请问现在的妇科男医生，他的患者不相信他的时候，他有没有受到阻力？说到这里，我想问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建国到现在，妇产科领域的院士里面有多少是女性的？你了解过吗？走吧，今天运动会，心甘神去玩运动会。太阳很好啊，看看哪一队最后能够得出第一名。一定要赢，我跟你讲。好恐怖啊！干干干干，加油加油！我们很重的样子。董主任上，我腿最短。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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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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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加油！一个顶俩，别说话。这又不是吃饭比赛，对吧？吃饭我也吃不过沙老师啊。最后一项三角拔河。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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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届心甘神趣运动会最终的结果已经统计出来了，一等奖就是真的呀。这是金明，这新来的。这个是明日啊，你这是新加入的。王夏涛，他也是我们张主任的得意门生。得意门生，危机感越来越重了。哦，多注意一下人文关怀，然后也顺便做一下那些健康的宣教。姚明说的很好，的的确确要比刘畅跟高尚要来的关注的东西多。一般强一点的都是后面来的吗？你是来淘汰我们的？有点紧张，有点紧张。脊背发凉，开始默默的努力了。表现得到了严老师的认可，我还需要再磨练一下。我相信总会有出人头地成功的那一天。水平切开，然后再垂直出针。我理下腰穿，你不严，我觉得就怕认真。他一旦认真，他肯定就很可怕。对，嗯。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嗅到了逆袭的味道，是不是？这是金明，这新来的。这个是明日啊，你这是新加入的。Hello Hello， 来新人啊。他们也加了一个新的了。我叫张小涛。这边也加一个吗？你好你好。站那么远干嘛呀？怎么就你们两个吗？既是朋友，那么也是一起来竞争这个 offer。小米说的很好啊。这个是超过你们两个的写的地方啊，的的确确要比刘畅跟高尚要来的关注的东西多。然后中间一直在吃药。来，我们慢慢走，多注意一下人文关怀，然后也顺便做一下那些健康的宣教。一般强一点的都是后面来的吗？你是来淘汰我们的。好，总体来讲充分肯定大家的进步，但是我们因为考虑到就是我们按照第一阶段培训的要求啊，有些做的比较好的，那么我们就进入到第二阶段的培训。考评不通过的会在第一阶段留级继续学习。